首月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，典礼开始。第一场开工顺利，第二场动土平安，第三场一切圆和吉祥。十月份卖50几亿，结果九月份就达标50几亿。感谢你创意家，圣德福红龙做事绝对是一波一发运。那红龙是有福气的人啦，那我们创意家来跟着有福气的人哦，是有捧福气了。